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安。欢迎大家今天跟着我们黑术士一起环游世界。那我们搭上班机之前，请大家帮我一个忙。那等下我说跟着黑术士，那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出发。好，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次哦。好，跟着黑术士一起出发。很好，那我们现在就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一起跟着黑术士出发。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些国家吗？哇，我听到很多答案哦。好，那我们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从我们从小生长的故乡台湾开始。那大家知道台湾有哪一些特色吗？有没有人想要回答看看的？水果很多。没错，就是水果很多。那台湾位于亚热带地区，台湾的气候潮湿温暖，非常适合水果生长，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台湾的水果是非常美味的。那大家还知道台湾有什么特点吗？没错，就是我们台湾的人情味。那台湾人都是非常好客的。对，没错。Thank you.
出的曲目是《安可台湾》。那《安可台湾》是一首有很多民谣的组曲。那这首组曲呢，里面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那里面都是一些台语的民谣，台语是当时台湾社会最多人使用的语言。那这些民谣也承载了我们的悲欢喜乐。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法国，那我们现在法国，大家对于法国的地标有一些什么印象吗？那大家说说看。好，那我听到了。那说到法国，当然要提到我们的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是为了1889年万国博览会还有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建造的。埃菲尔铁塔新颖前卫的造型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直到如今埃菲尔铁塔依然是代表法国的重要地标。除此之外，法国罗浮宫展示了达文西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那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机会去罗浮宫也一定要看看这幅著名的画作哦。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有名的艺术派别，就是印象派。印象派是指1860年代法国开始的一种艺术运动或是画风。印象派的命名源自于莫内在1874年的画作《印象日出》。印象派的绘画作品倾向于描写物体的光影和色彩，这样的作品带给人梦幻的感觉。印象派的作曲家喜欢使用不同的音阶，还有短小精致的乐句，也喜欢与文学还有画作结合，创作出音乐，来表现出一种梦幻而朦胧的氛围。那现在就请聆听黑术士的这首带有印象色彩的组曲吧。